日本丰田消防本部日前到嘉义县消防局来参访，希望透过双方的经验和技术的交流，更加强化嘉义县救灾效能。救灾技术呢，传授给我们嘉义县消防弟兄，我们也乐意把我们这几十年来的救灾经验，跟各位入伍的弟兄们来分享。那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呢，时间呢可以留长一点，让我们好好招待。这届丰田市消防本部率领六名教官来到消防局参访，消防局也介绍由应捷公司所送的两台消防车新的功能。日本教官对这两台消防车的卡车设计是感觉真佩服，希望会当把这个创意带回日本来分享。どこも職員の人を助ける強い思いに感動しています。那这次的参访呢，也是有，就是说刚刚讲到有那个中心的部分有做一个参访参观的部分，那也都能够很清楚的感受到，各个职员在不管是训练学员的部分也好，还是说在各方面也好，那些想要救人的一个态度跟那个教导，有很充分的感受到。另外，嘉义县消防局每年已经规划派六位同仁到日本东京、新舄等地区来参访和交流，希望同仁会当向国外消防单位来学习精进救灾技术。台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